欢迎进入欢乐谷，勇往直前，乐拍拍。秀场，激情的舞台，这里是繁华都市的开心地。在这清凉夏日，7000平米的勇者赛道助力其中，数千人以快乐的名义勇往直前，一冲到底。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程毅。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婉。你好，我是阿哲。大家好，我是新意。这里是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江苏卫视打造的大型户外水上冲关节目《勇往直前乐拍拍》。Yeah， 欢迎大家的到来。本节目由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独家冠名。来欢乐谷，和爱的人共享欢乐，勇敢去拍，放肆去嗨，公牛装饰开关，开启牛气闯关。本节目是由公牛装饰开关特约赞助播出，同时也要感谢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是的，在这里我们依然要感谢倡导品质生活你我共享的好享购物对本节目的奖品支持，好享购物24小时贴心服务。本节目由乐拍拍室内乐园特约播出，亲子娱乐团建拓展尽在乐拍拍。好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赛道呢已经准备就绪了，选手们也是摩拳擦掌了。是的，我就好期待，好期待。我这样面不说了，我先上去了，好不好？哎，等等，你出发之前你得了解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以及奖品的积分规则。我先要知道一下，对，比赛规则介绍一下。好，之前乐拍拍分成男女赛道各八关，每关都有对应的奖品，奖品累积获得。同时每位选手可选择信心关卡，若闯过所选关卡并成功拍下单关手牌，则单关奖品翻倍。电视机前的你准备好了吗？赶快来挑战我们的赛道吧。来吧，有请下一位。有请。嗨，你好。舞台中间请来，欢迎你。哎，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郑泽森，可以大家可以叫我郑啊。大兴，大兴，你是有多紧张啊？现在，那大兴，你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打篮球。打篮球的时候，下面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女粉丝在围绕着你。那今天来到我们赛道，我觉得你长这么帅，不可能不会唱歌的。会唱那么一点点，一丢丢，那就得给我们秀那么一点点，好不好？来吧，好，预备，开始。来一首《纸短长情》。好。怎么会爱上了他，并决定跟他回家？好听哎。放弃了我的所有，我的一切无所谓，纸短情长啊，道不尽太多涟漪。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啊。怎么这么好听啊？我的故事还是关于你的。关于谁的呀？关于你啊。哇，你哎，他真的好会啊。是啊，哎，你打球打得这么好，然后唱歌唱得这么好听，那现在有女朋友了吧？有吗？没有。没有？没有。是因为你太挑了，还是就我太黑了？太黑了。好嘞，那接下来赶紧去拍下你的信心关卡吧。来吧，有请。香蕉、苹果、巧克力，大心大心最给力，给力！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发！大心加油，加油！大心今天的鞋穿的好像不是很恰当啊。这个鞋比他脚大好多哟。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兴。好，大兴往前冲。啊，小心！啊，小
相信你哦，小心啊，小心小心再小心。好的，后面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加油，有请下一位，有请舞台中间请。你好，怎么称呼？你好，我叫何金凤。凤姐，对，凤姐，凤姐，平时别人都这么叫你吗？平时都管我叫玲姐。玲姐啊，玲姐，平时您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呀？平时的时候会跑跑步。我看到我们这位姐姐，一看就平常非常喜欢运动的。怎么说？你看她的衣服上面，为健康，为快乐，什么？后面是什么？深圳国际马拉松。哦，这后面还有呢。您是参加过咱们深圳的马拉松吗？深圳马拉松的半马。看您这皮肤维持这么好，就看这个平时保养还是蛮有道的哈。有没有什么保养的秘诀跟我们分享分享？没有秘诀，就是跑步多出汗啊，多运动多排毒，这样才能够永葆青春，对吧？好了，接下来要冲向我们的赛道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了，请前往我们的信心观察区，来，有请，看一下您的信心按钮。来，选择是第四关作为他的信心关卡，有请。好的，乐拍拍，勇敢向前。好，让道，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这是我们的玲姐出发了。玲姐，冲吧，向前！这位玲姐可是曾经在咱们深圳的半马驰骋过的选手啊。没错，看看今天她将会有如何的表现。好嘞，加油，玲姐。好的，玲姐现在所面对的是我们的第三关心跳滑滑梯，一定要加油了。哎，小心。好，现在一步一步的正在爬到我们的心跳滑滑梯的最高点。调整一下坐姿，双手合拢抱在胸前。好的，做好准备，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你好，你好。来，首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杨洪武，来自河南洛阳。你好，大家好，我叫杨瑞，这个是我的爸爸，这个是我的老公。哦，好幸福呀。是啊。大家好，我叫周超，来自深圳前进舞蹈，谢谢。欢迎你们。哎，杨瑞怎么会想着带着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挑战？对呀，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非常好的一次经历。感谢各位给这个机会，也谢谢你们来参加。是，我想问一下，平时三位会一起运动或者一起健身、共同休闲吗？会啊，我们是跆拳道的教练。你们俩是跆拳道教练？两位都是吗？那爸爸呢？我爸爸，我是遗传基因比较好。爸爸是跆拳道教练的父亲，是不是？对对对。但我现在最想问的问题就是，一家之主是谁？一般都听谁的话呀？听杨瑞的是吗？对，听我老婆的。你觉得你这女婿怎么样啊？对我姑娘好，自己做事也很辛苦。对您怎么样？对我要特别孝顺。怎么个好法？我们让女生来说一说。我们家的饭我都不用做的，然后碗也不用洗。他说女生碰油烟会变黄，所以我是不用做家务的。哇，那杨瑞他做的哪道菜是你最爱吃的？最喜欢吃的，说一个比较经典的吧，小龙虾。哦，小龙虾很难做的。对，因为我自己算是吃货，比较爱吃，所以比较喜欢研究。真好哈，一边喜欢做饭，一边热爱美食，真的是天作之合。太棒了！今天三人都要一起来冲关，谁先出发呢？我先来。好，我们的这位选手到我们的那边去拍下您的信心关卡。好，来到我们的左侧信心关卡区域。第四关。
出发之前您的口号是什么？大声的喊出来。前进，前进，永无止境。好样的，来吧，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不急不忙的通过了第一关。现在可以拿着话筒啊，帮他解说一下，帮他观察一下。我觉得他过了第二关都没有问题啊。真的？那比如说第三关的话，你觉得他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我觉得我对他比较有信心。啊，怎么着都能过，好样的，注意了。小心，抱住，不能急，这一关咱们一定要稳。上，爬上去就可以了。好，注意安全平台即将向你。经过，好样的，厉害，通过了第三关，恭喜选手可以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现在已经拍了我们的这个手牌，也就是说现在你的奖品可以翻倍。杨瑞，你觉得他能冲到第几关？全部冲关。第八关也能冲到是吧？对。那问一下爸爸呢？他可以的。恭喜！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纯真青酪乳小蛮腰酸奶一份，味道纯纯，尽享精彩。诺维斯麦片一份，德国诺维斯营养麦片，活力无限，呵护无边。你看他信心满满的样子。这样一个居家好男人啊，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来，慢慢向你的左边移动。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恭喜，他居然稳住了，可以吗？可以吗？想想办法，你的腿可以到后面去。想想办法，你能够鱼跃飞过去吗？止步在第五关，目标关卡已经完成了，你已经很棒了。是的。来，下一位是该谁了？谁呢？该我了。该爸爸了，是不是？是。来，爸爸，请到我们的信心区域拍一下您的信心关卡。选择的是第四关。前进，前进，永无止境。好样的，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来吧，加油！好。小心！哇，慢一点啊！好样的！虽然说老爸掉到水里去了，但是他整个过程很开心啊。那接下来该你出发了，希望你能够为你们家里面多争取一些奖品，好不好？好吧，加油。好了，来，有请我们的左侧信心关卡区域。前进，前进，永无止境。好的，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转盘。是的，通过第一关，这位选手已经获得了由绿兽提供的代餐组合礼包，有最新口味的绿兽代餐奶昔和代餐能量棒。好，第二个转盘要小心啊，他完全没有犹豫的，注意继续往前跨了过去。恭喜通过第二关，选手可以获得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大礼盒一份。好，准备跨越。哇，很好，一步一步的向上爬，爬到最高点坐下，
好，现在在我们的梯顶了，准备好滑行的姿势。要提醒你一点的就是一定要双手抱拢。准备走啊、哎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继续。要提醒你一点的就是一定要双手抱拢。准备走啊、哎、准备走啊、哎早了那么一点点啊，其实我们这位选手他因为比较高嘛，所以说他很有优势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关卡，可是有点着急了。让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有请下一位。有请。嘿、hey, 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我叫吴明健，来自深圳华偶爵。哇，您看他衣服穿的，深圳格斗队。对，没错。一看就很厉害的样子。那接下来即将到了我们闯赛道的时候，希望能够冲上高台，来吧，好不好？有请我们的选手来到左侧星星观察区，有请。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冲锋冲锋，冲上顶峰！哇，他是冲着第八关去的，是的，恭喜你来到第二关，疯狂的魔棒。来到了第三关，这一关一定要注意了，在你前面的两个踏板它是会上下晃动的，所以说当你在进行穿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平衡，小心，不着急。恭喜这位选手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有惊无险的来到了第四关，淘气的猴子，好样的，继续往前，继续往前，小心后面，小心弯一下腰子，好嘞，好样的，漂亮。恭喜这位选手获得诺维斯麦片一份，德国诺维斯营养麦片，活力无限，呵护无边。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五关，咆哮的士兵开始咆哮，哦，非常稳健，在他看来好像还比较正常啊，要、哦、小心，慢慢的缓缓的移到左边，一个猛扑来到了舞台上。非常恭喜，恭喜这位选手获得了由绿兽提供的大礼包一份，里面包含了绿兽代餐奶昔、好享受体脂秤，还有智能手环。现在你经过的第六关旋风礼帽，登上了第一个关卡，走走哎，记住你的手牌，不要忘记手牌，他忘记了。身上疼在我的心里。现在来到了第七关，空中飞人。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由妈妈购 APP 提供的精美礼卡，亲子消费上妈妈购抢现金红包，中国健康酒典范，椰岛海王酒提供的奖品一份，恭喜。注意你前面的障碍，平衡能力非常好，稳定性也很好，是否能够准确地找到落点，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要稳住了。你知道你在空中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弧线很优美，双脚抬起，摆动幅度不要太大，很好，准备好，找到落点，呀呀呀，好，很好很好，这个过第六关没有问题，通过我们的第七关空中飞人。让我们恭喜恭喜这位选手获得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黄金搭档，全家健康好搭档。所以你要准备好了，调整一下。开，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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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冲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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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上来！恭喜你，在
在全身湿漉漉的情况下赢得了我们最后的这个闯关胜利。你可以获得到的奖品是教育机器人全球发明者能力风暴提供的奖品一份。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再一次掌声送给他。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哇哦，你好，来欢迎你，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肖润友，来自深圳龙岗的。那你之前有来过欢乐谷吗？很久之前呢。今天来是什么感觉呢？感觉跟之前不一样了。因为上次是好多人，这次你一个人是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之前是没结婚，现在是结了婚嘛，现在两个孩子的妈妈。那其实我们欢乐谷就是一个合家欢的乐园，对呀，大人小孩都很喜欢这边。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欢乐谷吗？他们太小了，没关系啊，先带他们过来打探一下，看一看这些喜欢的颜色，还有喜欢的这些动物，对不对？等到了他们长大之后，再他们玩一次，是不是？准备好了吗？加油，好不好？好的，来，请到我们的星星观察区拍下您的星星关卡，有请。好，选择的是第四关。自我坚持到底，加油加油，来吧，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小心，现在我们这个赛道为你加大了难度啊，因为比较滑，一定要小心小心啊。我们的第二关呢，对于选手们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我们第二关呢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喷泉，很漂亮，同时呢也为选手们增加了一些挑战的难度，不过没关系，只要你能够稳住自己，一定能通过的。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欢迎。嗨，你好。 Hello， 你好。哇，好帅气的感觉啊，穿得好健壮啊。你好，我是来自四川自贡的黄勇。啊，你是自贡的呀？哎，叶曼，我跟你说啊，这自贡人说话有一个特点。怎么什么特点？因为四川人呢，平时都是这个死圈，平翘不分。但唯有四川的自贡，他平翘舌分得特别的清晰。我想学你上次教我一句，我今天再说一下，你问一下我专不专业啊？你是四川哪儿里面的？四川哪儿的？哪儿的？其实我们的那里的美食更好，更好吃，更好。你用自贡话来说一下，自贡都有哪些美食？旋锅腿儿，旋鹿腿儿，鲜鹿兔啊，还有呢？对呀，红酒，什么豆花儿，豆花儿啊，还有呢？火鞭子牛肉啊。火鞭子牛肉，对啊，其实在自贡啊真的好吃的太多了，就每一年过年我们都巴不得开车去，像是这个之前说的冷吃兔呀，梭边鱼啊，到了春节你还可以去那里看灯会，那里还是恐龙之乡，还是盐都。哇，你了解的还真多，是不是？仿佛我就是自贡人一样。我是泸州的，你隔壁的那个城市大妈，对不对？你是哪儿的人呢？你我是泸州人啊。泸州人怎么了？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赛道啊，我想问你有没有信心通过我们的所有关卡？有啊。哎，你平常自己会给自己做饭吗？会做，但是没有机会在这边。最擅长的是哪一道菜？跟我们说说。水煮鱼。是。哇，这道菜其实做出来真的很好吃的啊，很期待。但是在我们赛道上，你可别变成水煮鱼了。冲上我们高台，来，接下来请到我们的星星观察区拍下您的星星关卡。期待你的精彩表现，好吗？加油！看一看这位选手选择是第几个作为他的星星关卡。好的，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即将出发了。你的冲关口号是：终点大哥，我会来到你身边。听到了吗？他们在等着你们。终点的主持人们，你们等着，他来了。来吧，好，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加油！哦！小心小心，哎呀，看来他还是真的很喜欢吃水煮鱼啊。是的，一不小心把自己变成了水煮鱼里面的主菜了啊。
醉，落水也欢乐，对不对？是的，有请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嗨，你好。Hello。哇，他的酒窝好大呀！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胡彦飞，来自广东茂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特点？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荔枝比较多。然后一定要去哪里玩？茂名的话有个第一滩，然后高州的话，高州就全部都是山。哦，那就是可以爬爬山，吃吃荔枝，也蛮好的。哎呀，好幸福的一件事情、啊。而且那边的空气特别好，风景特别好。好了，接下来请前往我们的星星关卡去拍下你的星星关卡。来，加油！好，请我们的选手来到左侧星星关卡区域。选择是第四关，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好，顺利的来到第二关，滑稽转盘。小心！好的，接下来一跨就能够来到我们第二关的终点，好样的！现在我们这位选手即将开启的是第三关的旅程。希望你能掌握住这一个心跳滑滑梯的技巧，顺利通过。好，加油，有机会。注意了，坐在我们的滑梯顶端的时候，一定要判断好方位，我们再往下滑。加油，只要你克服了心理的障碍就可以。还是能看出来我们这位选手他在滑下去那瞬间啊，他的整个背部是往后仰的。对，其实如果他整个身体往前倾一点的话，也就顺利通关了。加油，有请下一位选手。哇，帅气的，你看今天请怎么称呼？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刘超杰，来自河南。超级杰出的河南人。对对对，您是河南哪儿的呀？河南周口。周口，哎，周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想了好，您是周口人吗？我是，但是确实是周口的啊。对，面食比较好吃啊。面食啊，好玩的，好玩的，登封少林寺好玩的，好看的，河南人最好看。太会说话了，好样的啊！那您平时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呀、啊？电子，做电子啊，电子平时工作起来会很枯燥吗？对对对，确实。那你都是怎么解决这些比较无聊的时光的？去健身房就跑跑步啊，这样啊，蛮好的。我觉得这个健身啊，身体固然重要，心情也很重要啊。是啊，你要到一个很欢乐的地方去感受欢乐，比如说我们的深圳华侨城欢乐谷，这里就是欢乐的海洋。今天开不开心？看到了吗？开心，所以今天我就来了。想闯到第几关？闯到对面最后一关。好样的，加油！那接下来准备好去拍下你的信心关卡了吗？好嘞，来，有请。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希望能享受一段欢乐且完美的旅程。落水啦！这里是深圳华侨城欢乐谷，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江苏卫视打造的大型户外水上冲关节目《勇往直前，乐拍拍》。Yeah, 欢迎大家的到来。本节目由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独家冠名。来欢乐谷，和爱的人共享欢乐，勇敢去拍，放肆去嗨。公牛装饰开关，开启牛气闯关。本节目是由公牛装饰开关特约赞助播出。是的，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现在造未来教育机器人全球发明者能力风暴对第八关奖品的特别支持，感谢凯叔讲故事 APP 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听故事就是凯叔讲故事，下载凯叔讲故事 APP， 超人妈妈的育儿神器。感谢节目合作伙伴乐虎功能饮料，乐虎释放你的能量。
本节目由乐拍拍室内乐园特约播出，亲子娱乐团建拓展尽在乐拍拍。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哇，又是十分有缘。你好。Hello，Hello， 帅哥你好。怎么称呼你？我会说中文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What's your name？我叫 Vova。Vova。Hello, my name is Vladimir. I'm from Russia. I'm karate teacher in Shenzhen. I have a sports center here. I am world of champion of karate in London. And today will be so fun. I don't know. I want to show my power. 加油！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两年多。两年多。你中文说的也挺好的。我是想自己学。自己慢慢的学。哦、是。你到中国来也是教小朋友体育的吗？是，差不多。我是空手道教练。什么？空手道。空手道。哦，厉害厉害厉害！你这样，你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来几个动作，空手道的动作，好不好？哎。哟哟哟哟！好帅，好帅，好帅！要不要试一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呦，哎呦！今天呢，Nova 来到我们现场呢，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告诉心意，告诉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他23岁的生日。哇！你有没有？你在家怎么过生日啊？在乌克兰怎么过生日？在家里，有蛋糕吗？是。会出去玩吗 ？Party？ 差不多也都有。也、啊、有。有这么多人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吗？是。那我们今天也唱一下，好不好？好。Really？ 那我们全场的工作人员跟你一起庆祝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刚刚讲这么多，你准备选择哪一个信心关卡呢？这就是我们给你的生日礼物。你选择哪一个呢？第六关。非常好。Be stronger like me。好的。听得懂吗 ？OK， 乐拍拍，来，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发。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勇敢去拍，放肆去嗨，公牛装饰开关提示您，精彩继续。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发。一看就是打拳的，有没有？很轻松的过了第一关。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有些湿滑，但是他还是冲过了第二关，来到第三关。看看下面一位选手有没有精力可以冲到更前面，有请下一位选手。有请。好，很轻松的女孩，你好。大家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岳阳的张佩。张佩你好。好的，那就请你移步我们的舞台左侧，摁一下你的这个信心关卡，来。他一定很轻松。走一个四关。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开始。你看现在大家女生啊，过第一关难度都不是很大，对，因为体重比较轻嘛。对，在第二关的时候呢，瘦子也比较好过一点。不要犹豫，助跑。好的。好。飞过去啊，飞过去，一次成功。第二个有点难，飞过来很好，踩稳住稳住，第三个和第二个一样了，
水量更大。一百百走，好，非常稳当。来，进入我们下一个关卡，轻跳滑滑梯。很好，第三关轻跳滑滑梯，它的操作重点我们给你介绍一下。当你踏上滑滑梯的一瞬间，就奠定了你要滑下来的基础，登上滑滑梯的最高点。好的，慢一点。好，上到最高点，然后爬到我们的最高点，坐好。为你加油，双手抱在胸前，准备滑下。他下去了，他下去了，哎呦，他在正好被我们的这个软布部分兜到了，很厉害。恭喜这位选手获得港荣乳酸菌蒸蛋糕，运动肠道不上火，健康营养好搭档。进入到第四关，这是他刚刚自己的信心关卡，麻烦先拍一下你的信心手牌。来，好，手牌拍到，这一关如果通关成功的话，将奖品加倍。很好，很好，很好。关落水。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精彩表现，有请下一位。你好，水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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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花哨啊，很有那种东南亚风情，是吧？一直想去，但是没去过。很适合到欢乐谷的里面来玩，对，一看你我就觉得你是来过夏天的。对对对。介绍一下自己来。我叫马飞。老家在陕西。好。我是来自陕西渭南。在这里很高兴跟大家见面，我的唱歌宣言是我快乐我自信，谢谢大家。我听说你的工作很特别，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服装设计师。果然嘛。你比较擅长男装还是女装啊？我是做童装的。童装的，那你这一套会是你自己设计吗？还是只是你的眼光比较好去搭配？买的，买的，买的，是吧？你这样子，记得下一次你在设计的时候，在你的那个衣服的右下角，就签上马飞的名字，好不好？因为你签上以后，我就知道，哦，这是我上回采访的那个，我给儿子买一件穿。好好，可以吧？可以可以。今天准备闯到哪一关？去那边见主持人。哎呀，哦，哎，口气不小啊。对呀，你有信心吗？有。好，来了啊，那边已经喊起来了。那个没有，马上马上，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你的口号是？我的口号是：我快乐，我自信，勇往直前，终点我来了。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很自信啊，第一关通过。好的，通过了第一关。哦，有一点惊险，不过他还是通过了第二关。恭喜你获得了奖品，是可以累积的。好的，马上他要踏上第三关的征程。哎呀，这个大甜甜圈你转来转去，哎呦，过去了，感觉不在话下。通过了第三关，非常好。很快来到调皮的猴子。这是来自设计之都的一位设计师啊。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纯蒸青酪乳小蛮腰酸奶一份，味道纯纯，尽享精彩。恭喜这位选手获得诺维斯麦片一份，德国诺维斯营养麦片，活力无限，呵护无边。说今年他给孩子们设计的衣服会不会也是这样从头到尾都是花花的呢？对呀，好可惜呀。接下来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现，有请下一位。
嗨，你好。来，站到这个地方。主持人你们好，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陈小山，来自广东汕头。你介绍几个广东的美食给我。潮汕话叫做鹅卵，就是肠粉之类那种的。肠粉我知道，因为我们宾馆楼下就有一个吃肠粉，说很好吃。但是潮汕话叫个什么鹅卵。也就是说你们讲，就哎，今天我们去吃一个肠粉，对吧？哎，走，我们一起去吃个鹅卵，是这样吗？好有特色的方言呐！哈，那我们如果说你这次闯关成功的话，我给你提个小要求，你带我去吃一个最好吃的鹅卵。可以，好吧？可以，没问题。那闲话少说，我们就来找找你自己的信心关卡。学到一个新词，很开心啊！走呀！好，第四关。第四关，信心关卡。花落闯关送你。通关，勇往直前，乐拍拍，3、2、1，走！小心点，不要犹豫。大家看到他闯过了第一关，恭喜你！飞上去了，飞上去，你注意一下，因为他第二个转盘的滑动会比较大。完全不为别的，只因为惯性太大。是的。来，抓紧时间，请出下一位选手。又你看，又有帅的，有没有？有没有？又有帅的，看没有？让你目不暇接，我告诉你，刘心意。介绍一下自己。各位全国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揭阳，陈君安。陈君安你好。陈君安，你是从事什么工作？我厨师。是一个厨大厨。你做什么菜的？哦，我们是做潮汕菜的。潮汕菜，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哦，那个刚刚不是有个女孩子不是叫鹅卵吗？鹅卵就是我们潮汕的豪宅烙。哦，就是女的吃了之后可以美颜，男的之后可以滋阴补阳。哦，这个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说它是肠粉其实是骗我的，对不对？没有，可能是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哎，所以说他以后要是有女朋友的话，他就可以给他炖一些这样的东西吃，对不对？我们说要抓住一个女孩子的心，首先要抓住她的胃，所以你抓住了几个女孩子的胃？哦，没有。好。今天有没有信心闯关？哦，有。这个时候不仅要考验你平常颠勺的臂力，还有腿部的力量也很重要，直接去找出你的信心关卡。好。弹跳力非常好。你在厨师那个里面算是颜值高的吗？我们那边颜值都很高。这个话一方面证明了他是很帅，另外一方面还把他们周围的人都表扬了。现场交给你，勇往直前，乐拍拍，3、2、1，出发！飞过去的，飞过去的，简直就是空中飞人来的。虽然他落水，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一种心情的快乐。哎，是的。希望他这一跳能够跳到他的女朋友，好不好？虽然说落水了，但是还是收获了快乐。欢迎下一位选手，有请。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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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没有啊。你要是想找一个男生的话，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类型男生？差不多像你这样子的吧。哦，我已经结婚了，不要找我做比较。因为毕竟电视机前的我的夫人看到以后可能会吃醋，你还是换一个。另外我想跟你讲的是，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的呢太少，凤毛麟角，因为我太优秀，你还是换一个标准。
我说找你这样类似的，并不代表是你。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这么想不开。在那个终点，还有一个非常帅、非常帅的帅哥。有，现在还单身，他等你啊。好，来，我们来选择一下你的这个信心关卡。好，跳起来，第四个非常好，非常顺利。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 ，Let's go！ 小心一点，稳住。好的，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我们的奖品是可以累积的。好，小心，稳住。好，当心脚下滑啊！很好。好。我想你可以的，卢妙芳。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关，心跳滑滑梯。这个滑梯不仅让你心跳，同时让你恐惧，因为从上面滑下来有可能就是你的终点，当然也许是你胜利的起航。请你爬到滑滑梯的顶端，调整好坐姿，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准备好，下来了。哦，落水了。真是摔在他身，疼在我心啊！来，掌声欢迎下一位。Hello， 帅哥你好。帅，有没有帅？你好。坐下，自我介绍。哎，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杨龙，来自湖北。哦，湖北的。湖北，我们是老乡。我们都是湖北的呀。哦，我是湖北黄冈。来介绍一下你的工作。啊，我是一名跆拳道教练。那竟然来到现场了，不露两手，简直是对不起我们的观众，对不对？那你是什么段位？我是黑带三段，非常好。又是黑带。来，唱一首歌给我们听一下来。你是不是我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我没有逗到他，而且他成功的逆袭了。是的，你这个属于是彩蛋。说到这里，我们就准备开始来拍你的那个信心关卡了。准备好没有？好。第六关，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欢乐谷中国主题公园连锁品牌提醒您，精彩稍后继续。享受健康，助你冲关，以科学管理体重的绿瘦提醒您，精彩继续。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他好帅呀！好的，第二关，小心一点。也很快通过了，恭喜你获得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大礼盒一份。顺利通过第二关，很好，有惊无险通过第三关。好的，他来到了，等着你。淘气的猴子，他在寻找通过的渠道。好，慢一点，当心回。哎呀，小心，顺利到达第五关的开头。好的，来到了第五关，相信我们这位选手一定能够越挫越勇，来到我们关卡的极限阶梯，加油！没错，好手的士兵也不是好惹的，你要一步一步的向前。这个最后一个踏板好像稍微晃动的有点厉害，你要一步跨越。小心，好样的，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六关。好，他选择的信心关卡是第六关。好，在这一关一定要记得拍下我们的手牌，这样当关的奖品才会立刻翻倍。是的，只要拍下在赛道中间的手牌，就有机会获得双倍的礼品。漂亮，恭喜这位选手获得由妈妈购 APP 提供的精美礼卡，亲子消费上妈妈购抢现金红包，中国健康酒典范椰岛海王酒提供的奖品一份，恭喜。
一下他接下来的表现如何。现在你来到的是空中飞人，这个考验我们选手的臂力和耐力，还有选择的一个时机。好，加油！哎，稍等，现在可以，我们可以在圆盘上稍作休息一下。好，继续加油！加油！好了，目前我们这位选手他累积的奖品其实已经非常丰富了。不过他还在向着我们的终点发着冲刺。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七关的挑战，一定要注意靠近边缘位置往前跳跃。让我们恭喜这位选手获得黄金搭档补充钙铁锌硒维生素黄金搭档全家健康好搭档。加油，冲上来吧！接受了我们胜利的这种洗礼的感觉如何？还是很激动。哇，他冲上来的时候真的好有气势啊！是的，其实我们刚看到我们选手从第五关开始，他好像就开启了这种超人模式，是一路向前，速度极快，就算遇到一点点的闪失，都完全把他给战胜出来了。没错，对不对？还要恭喜你的是，不仅获得了第一关到第七关的所有奖品，还有第八关的奖品，分别是教育机器人全球发明者能力风暴为你提供的奖品一份，恭喜你啦！祝贺！而且我们这位选手还拍下了第六关他信心关卡的信心手牌，也就是说是这个关卡它的奖品可以积双倍哦，奖品翻倍，祝贺你，希望你的好运能够带给后面的小伙伴们，来大声的跟他们说一句加油好不好，后面的兄弟加油加油，加油等你们，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朋友，有请。 Hello 你好，欢迎来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大家好，我叫戴彩玲，来自广东揭阳。就是我觉得像移动啊、联通啊，还有电信都会很喜欢请他做代言人，因为他自带彩铃。大家好，我是戴彩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铃，一条两块钱，一条两块钱。好样的！好，我只能给你点赞，我觉得你反应好快。但是话说回来，这爱笑的女孩运气就不会差。对。那你今天在这个赛道上面一定可以成功的闯关，对不对？可以啊，我加油吧！我只给你一个提一个要求，好不好？在关键跳的时候，不要笑场。可以。OK。OK。好的，来按一下我们的这个信心关卡。飞起来，飞起来！一个。哦，很不错。来，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你这个是闲庭漫步啊？对于他来说，这一步非常的轻松。哎，厉害啊！飞一个，很快飞到了第二关。再飞一下。哇哦！慢一点，慢一点。欢迎下一位选手登场，有请。你们这些人穿这些衣服都是来给我唱歌的吗？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龙静，来自贵州遵义，很高兴认识大家。你是遵义来的，革命圣地来的。对呀，很多好吃的。来深圳多久时间了？刚来两个月。你也刚刚来不久，对。我觉得像你这样一旦上了赛道了你就红了，男朋友就好找很多。有没有男朋友？没有。看到没有？好，我就上了一个节目，把自己终身大事都解决了。希望你好运常相伴，年年好运来。来，开启我们的信心关卡，好吧？跳到了第四关，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马上我们来到第二关，小心，所以在我们这个关卡闯关过程中间，不仅要学习匍匐前进，还要准备安全落地。哎呀，好的，
通过了第二关，进入到第三关的尖叫滑滑梯环节。勇往直前，绝不认输，勇攀高峰，一心向前。你直接下去了，你直接下去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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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有看准时机啊！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在雨中即将参加挑战的是谁呢？掌声有请下一位。你好，嗨，你好，哇，好漂亮！怎么称呼你啊？我叫林小珍。来深圳多长时间了？差不多20年了。什么？20年？那你应该算是一个老深圳了，对不对？算是吧。啊，平常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平常有去爬山。难怪长得这么美，爬山的女孩子呀。他这个心态就好，呼吸的空气就好，而且到山顶还可以吸收天地之灵气。对，那准备好了，我们就喊出你的口号。勇往直前，乐拍拍，加油！勇往直前，乐拍拍，三二一，出发！跑起来！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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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成功的通过了那一关。哎，救生员在那里等你，不要急，不要害怕。好，不要用力过猛。一个，好的，好嘞，成功第一个，助跑成功。再来第二个啊！飞过去，飞过去，耶！小心一点。第三个，第三个，来，稳住！恭喜你已经拿到了第一关的奖品。好了，我觉得没有问题。只要你顺利的跳上台阶，第二关的奖品就是你的了。完成。好的，来到了第三关。你要爬上那个楼梯，跳过去爬上那个楼梯。嗯。然后呢，再从另外一边的滑梯上滑下。嗯。外面的雨特别的大。小心一点。但是呢，我们的选手的热情丝毫不减。没错。在下雨天，可能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啊。嗯。感受一下制高点的风景，你还差一点扑下去了，你这样子飞下去就漂亮了哈。来，坐好了，准备，准备，四个位置，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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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被弹到水里。其实你差一点点，你稍微用一点点力，可能就可以到达这个第三关关卡了。祝贺今天所有通关的选手，你们真的太棒了！同时要感谢落水的朋友们，你们给我带来太多的欢乐了。谢谢你们！哇，今天所有的选手表现的真是相当的好，真的要给他们鼓掌。本节目由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独家冠名。我们要特别感谢公牛装饰开关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播出，同时也要感谢达利园全新上市的新鲜品质餐包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是的，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倡导品质生活你我共享的好享购物对本节目奖品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乐拍拍室内乐园特约播出。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还在这个地方，有共同的约定，我们也期待着男生和女生们共同冲向我们的最高塔。大家让我们不见不散。拍又想踹，左手拍拍，右手拍拍，勇敢的人亮出你的姿态，用力拍拍，疯狂拍拍，华丽冒险已经为你展开，心中的热血点亮宇宙尘埃，不害怕失败，成败自己主宰。拍拍 give me five， 拍拍拍 let me try， 拍出未知的精彩，拍出无限的未来。拍拍 give me five， 拍拍拍 let me try， 勇往直前多痛快，开心就要了拍拍。